是新疆塔塔尔族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由林海改编。好，今天这一讲就到此，下面为大家示范演唱的是我的导师，中国音乐学院前副院长，著名声乐教育家、男高音歌唱家王炳瑞教授为大家演唱这首在银色的月光下。在那金色沙滩上洒着银白的月光，寻找我飞呀飞呀，我的。